香醇整顿员，好像是全新的机台的样子吧。表皮更厚。哇哦，有点好中奖哎！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有个挡路的那个。啊，我也不想讲暴击的，反正还没有中飞根的。想喝雪花大佛有票了。但全金术有点像小猪的游戏。气死了，这个有够吵。欸，为什么蚊子跑进来？这个很像蛮低等就可以玩的。对啊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要中大奖了吗？耶！那这个是什么？往前带。